最新礼佛程序，个人家庭与观音堂通用。一、上香，然后在佛台前跪下。二、双手合十磕头，礼拜佛菩萨，感恩南无释迦牟尼佛，三称并三叩首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三称并三叩首，感恩南无南京菩萨，一称并三叩首，感恩南无太岁菩萨，一称并三叩首，感恩南无观地菩萨，一称并三叩首，感恩南无周仓菩萨，一称并三叩首，感恩南无观平菩萨，一称并三叩首，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，一称并三叩首。三、念一遍大悲咒，一遍心经。四、根据自身情况许愿或祈求。许愿：我某某某，自己的名字，向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许愿，比如吃素等。祈求：请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，自己的名字，身体健康，吉祥平安。一般祈求在三件事物以内。五、双手合十磕头礼拜佛菩萨，感恩南无释迦牟尼佛，三称并三叩首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三称并三叩首，以下菩萨各一称并三叩首：感恩南无南京菩萨，感恩南无太岁菩萨，感恩南无观地菩萨，感恩南无周仓菩萨，感恩南无观平菩萨，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。六、念七遍七佛灭罪真言。七、站起来，双手合十，一拜或三拜，往后退一步，就可以离开或者开始念经。